我是三土，我生长在东北，这片土地滋养着我的成长和创作。这里是汪清的一个村庄，村长告诉我，这里住着300多户朝鲜族人家。我看到老人、孩子、树和牛、花，很多花。眼睛在看我，你在看我，我也在看你。看与被看之间流动的能量，就是我的艺术表达。花和眼睛，它们是我作品的核心元素。我的大花朵们在松阳绽放，在从江生长，在腾冲流浪。在汪清，我也要让他们扎根在这片土壤。你画的是我们这的木耳吗？嗯，你们家有木耳吗？我家有，可大了，我带你去看。走，走。就这样，我来到了一片木耳园，听到了一个关于木耳的故事。叫聂素花，一年四季搁木耳厂打工，我干老多年了。冬天做菌，春天压袋，夏天就捡木耳，一直捡到上冻。100多号、200来号人捡木耳，采下来以后呢，4天到5天这样干了，晒干了就装袋子里了。啊啦哩啦，啊啦哩啦，嗯嗯不行，我叫夏振学，父亲、我、儿子、孙子都在这个村子住。早晨5点钟起床，收拾收拾，做饭，喂喂鸭子。6点钟，我们到厂子去干活去。省老干部给帮助俺们建这厂子，俺们天天能赚到钱是最高兴的。我们就喜欢上广场跳跳舞，坐那唠唠嗑，想吃啥就买点啥吃。现在生活是最美好的，现在。这片土地从来都不向人类索取什么，它昼夜不停地输送着养分，馈赠我们丰厚的食物。汪清秋天的木耳在每个雨后迎来丰收，褶皱的耳瓣像舞者翩翩旋转的裙边，也像绽放的黑色玫瑰花。带着这份想象，我开始了我的在地创作。只能拿那两个小片儿。
铁片儿，直接给我放好，给它垫起来，垫起来，固定好就行。在群山下一片无垠的田野中，三朵木耳玫瑰呈现出一个舞台，让风声、乐声、稻浪声随之绽放。农乐，也就是庆祝丰收的音乐，它与农耕生活紧密相连。筝、箫、锣、鼓演绎着风雨雷电，象征着人们在大自然的乐章中劳作祈愿。红、黄、蓝，对人、地、天，他们将这三种颜色穿在身上，便是在诉说人与自然的亘古故事。乐者，天地之和也；礼者，天地之序也。和，故百物皆化；序，故群物皆别。长长的象尾旋转起来，万物生长化育。田野为舞台，风雨为伴奏，这一份传统需要被看见。当我作为一个观者去看这片土地的时候，它磅礴的生命力震撼到了我。我相信每一朵木耳都有它的观看世界的方式，它们会有它们的眼睛。我观想着这些精灵般的菌类，将它们的眼睛透过艺术的语言格外显化，在旷野间枯坐着，与它们恒久的对视。艺术家回归乡野自然，跳出一方画纸，去连接乡村和城市，去承载我们共同的文化，守护我们的匠人与非遗，这些就是艺术参与乡村振兴的开始。当艺术回归乡野大地，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？我是艺术家宋三土，这是我的答案。